新闻首先则是要来关心这个意外现场，这是在彰化的彰滨工业区入口大桥，上午9点多发生了死亡车祸，包含了连结车在内9车连环撞，在擦撞之后，连结车冲破护栏，整台车翻落桥下。有一名重机骑士当场死亡，另外包含了连结车的驾驶在内3人受伤。